哦，那怎么还能粘到嘴巴上的呀？是谁流口水了吗？那要不要再玩一次啊？我是想的，你可以吗？怎么陈哲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夏姨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快了？陈哲，我跟你在网上聊了两个月了，别的男生都是很主动的，我每次叫你都不出来。之前我没怎么谈过恋爱，我不想跟你发展成网络上那种快餐式爱情，我想跟你慢一点。其实我跟你聊的那两个月当中，我能感觉到你对我的真诚和认真，我能感觉到你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才敢约你出来玩。其实我以后还想跟你往后慢慢的发展，然后跟你做很多事情，那以后你可以主动一点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全都属于你。男生，你一会儿还回去吗？我要回去啊。那你刚刚不是说都来陪我多陪一会儿的吗？那我跟领导请个假。好。